哎，对啊，我们带小朋友来玩。路上的车况位？哦，蛮塞的。我们8点就出门了，路上就塞了。我们到这边快11点了吧。从桃园大溪出发，前往新竹内湾油气的民众，原本车程只需要1个小时多，但一路上拥挤的走村人潮和车潮，花了比平常多了2个小时的时间才抵达目的地内湾。为了维持当地交通顺畅，新竹横山分局交通组也增派警力驻守，希望减缓塞车回堵的情况。为了因应春节期间，我们也是有加派警力在这方面来协助交通疏导。如果是初二，初二开始，尤其是它时间，如果是往早上上山的人比较多，先进到下午2点，会达到2、3点会达到高峰的话，我们会启动环山线。车况不是比往年少了，可是还是一样塞了，也协助他们了，哎。内湾临近尖石乡，许多游客也顺势前往尖石的露营区、温泉区游玩。虽然观光胜地就是要有游客进入才会有商机，但如果遇上道路阻塞，难免破坏出游的好心情，也增加返乡民众的困扰。远视新闻胡颂已故，新竹尖石内湾采访报道。